大家好，我是赵正明，宜兰出生，大学电话工，做记者，做报纸的主编，杂志的总编辑，然后我做过旅行社的总经理，我现在是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焦点社区这个场合里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从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里头，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接到很多创意的来源，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在创业过程当中的机会或是陷阱。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通的，可是很多东西当我们那个热情跟我们的计划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些时候热情会被浇熄，有些时候计划没有实现。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做之前有多一点想象，多一点激荡，听听别人不同的想法。那在这个机会里头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广泛的，也许针对文化创意产业观光相关的议题，它可能是一件事，可能是两件事，可能是三件事，可能是十几件事，那结合在一起，那我们针对这样的事情一起来讨论，一起来激荡。我不是主角，每一个人才是主角，你们才是主角。那我希望有那样的机会，可以来帮助大家也好，一起来讨论也好，我们靠大家一起来激荡，找出一个新的可能、新的机会。6月21号下午2点，欢迎大家到焦点社区来，跟我们一起讨论，跟我们一起激荡，希望成就每一个梦想。欢迎大家。